呦呦呦呦，美人鱼要下水了，呦呦呦，美人鱼下水了，哇哟，我的看你看水里面一条鱼，哎呀，我的乖乖，水里面一条鱼，How is this allowed? This is so outside the bounds. Yeah. Unless I'm missing something, and I hope if so, you'll correct it. This is so outside the bounds of how a civilized country behaves. Did you see it coming? If not, how do you think this was allowed to happen? Certainly, I saw it coming. We have entered really dangerous, unprecedented waters. Tucker, I was in a position where a partisan...休息一会儿吗？仰泳。OK， 哥哥，你在数，开始吗？开始。开习惯了，忽然变成小车，可能有点不习惯。
这会儿人还不是很多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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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就知道我们要坐在这个位置，直接就把我们带过去了。嗯，好，第一轮，妹妹是广式，先喝汤。哥哥是肉加米饭，啊，我也先来点汤。爸爸也是先来了一碗汤，先喝汤开胃。只有哥哥小伙子，掌声起。饭和肉，开吃。最后环节，吃的是什么？什么口味呀、啊？我的是本人的。本人关的呢？草莓。本人的也有草莓。看看都有什么菜？这是中餐区，我觉得应该是西兰花、虾肉、鸡肉、牛肉。好，马上带你去。面、饭，这边都有。这边是甜品区，各种小蛋糕。好，这一栏油炸区。自己去就是了。各种烤的都有。这边还有汤。好，这一栏有煎饺、薯条、面包、鱼、小龙虾、虾。带你去。还有寿司，各种调料。把盘子放下来好不好？走吧。莱本老师，他名字是什么？忘记了。他是 Miss Montalvo。哦，碰到他们 Library 老师了。吃饱了，出来逛超市。来这里还要画画。饭后百步走。画到99。哦，也是画画的老师是吗？哦，遇到画画的老师了。